也特地的赶到此地来，他这次来美国呢是要到华盛顿参加一个同学会晚会，做联谊性质的，同时也要为他的节目呢拍一些很多的美丽风景的新歌。他听到了球队在这里比赛呢，他也特别的赶来，他将和留学生们一块儿做访问，同时带着大家为小国手们加油。 现在呢，我们把现场就交给凤飞飞，由她来继续为您主持，然后我们继续为您播报球赛。飞飞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场合和这么多的华侨朋友们见面。听不到是吧？没有关系，招招手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在此地认识了很多华侨朋友，除了把友谊传送给他们的话，之外呢，还接受他们很热情的来招待我们。谢谢。为了再次呢，给我们今天的荣工队加油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梅花》。